那我们客人是没有，我们客人有的是，这个是 Fashion Art School 嘛，它是我们用的 Harris， 就是 School 这个作者，就我们一份客人都是作者，啊，另外他编了两本书，那这辆这个 School 这位先生呢，我们今年挺大了，但他很厉害，他编了两本课本，一个是 Fashion Art School。另外一个呢是艺术分享，那这两本呢都是在美国啊，是主要的一个这个化学系里面，主要用到分析化学跟一些分析教材。那在美国很多教授系统编这个课本，但是主要的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位斯库这位先生他编的这个书。那他的分析化学课本比较早就出现了。这个装置，那我们一分的话，因为是比较晚的在的，同样的装置不到，就我们一分课放进来。那这个装置图主要是讲什么啊？那其实呢，它讲的就是应该是这样一个装置。那我在上节课我曾经提到过。是有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大的一个十年的计划，啊，就是要定出来人类的 DNA 的一个 sequence， 它是一个十年计划。那本来呢，就2000年嘛是到期的，那进行到2009年的时候已经落后了，那时候科学界是都抱着很大的这个希望，说十年可以完成。那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一套毛细管电泳，我们叫做 capillary array， 那是什么意思？毛细管电泳的一个阵列，毛细管阵列电泳，一次可以分析96根啊，96根的那个毛细管一起来进行分析，一次。那么所以说，让那个速度啊，变成10的20方倍、100倍的速度呢，去这个进行。那所以。本来不太好的，落后的，在一年里面不到一年就改过了，而且提前完成，是在2000年2月的时候，我记得是美国的总统跟英国的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那次副总统，两个同时宣布，说我们完成了人类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90% 的 human DNA sequence 都定出来。那定出来的话，就是不知道我们同学啊，如果知道 DNA 的话，里面有就是不同的碱基，有4个碱基对嘛 ，ADCC 都知道吗？知道吗？那就是 ADC 这样的他们的顺序序列是到什么样一个序列？那所以各位看一下，它设计出来的是96个同时进行。那同时进行是没有问题啊，就是百分之百的同时尽量同时呢去进行分析，但怎么去同时进行侦测这个东西？96根同时分出来了，你怎么样同时要进行侦测？其他又是荧光，用荧光，然后呢这个层可以移动，所以这个荧光呢很快的时间呢就是96根扫过去。同时呢去侦测，同时怎么去辨识 ATGC 呢？它上面有 label， 不同的这个荧光基板，所以不同波长后面都有4个，不同波长在不同的地方可以侦测到。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报道，在分析化学期刊，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期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注意，就把它找出来看一下。因为这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它的一个发明，然后呢，让这个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这个系统发展出来呢，是这位。教授，还有我一样，是一个香港的，也是一个华人。
他是香港的一位学者，但是他是美国，就是以前我念书那个学校，所以现在是我的老师，也是一个华人，很聪明啊，但他上课教的并不好，教的并不好，但是很聪明，所以他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他整天在想点子啊，这个问题碰到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整天想这个事情，所以像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能够96跟同时分离的问题，一起做一起进行分离，那怎么去把它同时测到，很短的时间呢同时测到，这个需要有一些技术。那他们实验室呢，就是那个用镭射光来进行荧光的那个侦测，是他发现出来很早的发现出来的技术。那他把这个技术呢应用在这个上面，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他也应该说成立一个公司呢，去专门卖这款仪器。这款仪器呢，在那个年当年的时候呢，是一个这个发明奖金牌奖，很重要的一个发明。所以它有这个迷你双手啊，就是很重要的。这套仪器呢，应用在这个 DNA 的一个序列啊，那个 DNA 序列的鉴定，靠这套仪器呢，可以这个如期的完成。那我们不会再进一步的来讲这个东西了，我们课本里面有说再进一步的介绍怎么回事，所以讲有兴趣的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去看的话你可能要有一点背景，对 DNA 怎么回事，上面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有点了解，至于说盲目电影的部分我们教的应该看盲目电影本身的好，那你就不再多讲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毛细管 Epidermal Zone Electrophoresis 我们算是已经结束了，我们刚才就应该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是呢这样一个系统 CVE 这样系统它是可以分离带有 charge species， 这个没有问题了啊，带有 charge species， 比如说你是带正 charge， 这个不带 charge 跟带负 charge， 这三个东西，或者说这五个，带 charge 不太一样，那它绝对可以分开，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 sample， 你要分析的对象呢是不带 charge， 那不带 charge 就是说。它没有电荷，它 是有极性，但是没有电荷，都属于这个不带 charge， 那你没有办法用毛细用电荷去进行分离，都可以啊，理论上是可以的啊，因为它不带电荷的话，它的移动的速率呢，就电泳没有办法去分离，它电泳的速率是零，它也不会受电场的影响。它只有受这个电渗流的这个带动，所以它的这个速度，它的速度就跟电渗流的速度一样。所以说你有三个成分不带 charge 的话，它分不开的，一起出来。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你的毛细管电泳这个技术，它按照理论，它只能应用在带有电荷。这一类的 species， 它不带电荷的东西，中性的分子，理论上是分不开的，就它没办法应用。那这又变成一个瓶颈，因为我们在那个我们今天讲的碰到的这个sample 里面，带有 charge 事实上是有一些的，但是不带 charge 更多，不带 charge 更多。那变成是你的心音呢，它只能应用的范围有限，而且那一限的很小的一个范围，大部分的化合物是不带 charge， 它不能用，它再好没有用，怎么办？这就变成一个挑战问题。大家都知道中性的不可以分，那很可惜了，有没有办法分？
那结果当然是有办法，所以我们才有新的技术来介绍。那想出这些办法的人呢，当然就是有成名了哈。他只要把这个问题呢解决掉，这大家全世界都问题，大家都知道不行。那怎么办？你想到一个办法，能够很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很厉害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啊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这个 Marcel 原来是 MA，简称 MACK。那第二个办法比较像 LC， 叫 Temporary Electro Computing。接下来我们就这一节呢，啊要介绍就这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叫 Marcel， 这个Electro Computing。中文讲字面翻译的话就是微包电动程析，微包电动程析 MEAC。 那这是一个日本人 Grody， 那他来过我们很多次了，就我们这个分析小组每个几年会有一个研讨会，会邀请全世界的一个学者，他来过我们好几次，他根本不知道，衣服讲的也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厉害，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所以他在1984年呢，很早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方法啊开发出来了。那么可以分离 neutral 的 molecule， 当中性的分之外，讲还有离子的话，那就一起分离。所以他这个就成名了啊，立即成名。那我们现在下面就看一下他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道理。那他用到了一个微包这样一个技术啊，就 Cavity Zone Electrophoresis。然后这里面呢有微包啊 ，Micell 在里面，在你的这个Electrolyte Buffer里面。加进去这个，把这个 micelle 这个地方呢，判定是一个 pseudo stational phase。pseudo 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反应，是假的，是吧？我不知道，因为无机应该会讲到啊，无机又是那个物化无效的嘛。pseudo 的话就是不是真的，它是有这样一个个性，但是不是真的。做翻译的半，一半像是 stational phase。好，什么是微包各位知道吗？你物化没教过，还是以前高中就教过？微包 ，Micell， 有没有学过 ？Micell 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没有。还有什么物化可以教？会用到？没有、啊？好吧，那我们就刚才讲慢一点点。微包的话呢，它是有这个界面活性剂 ，surfactant， 因为 surfactant 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第一个实验嘛，要将传到 X 晶板，那么传到 X 晶板它就是一个 surfactant。但是它那个应该是中性的，不带 charge。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到了一个 SDS， 就是 sodium potassium sulfate。那这是一个 surfactant， 但是它是阴离子成分，就是说它这个 sulfate 这一关，硫酸根。那这个硫酸根呢，OSO3 负一价，这个是 sulfate。它是带负电荷，所以叫阴离子的。整个呢是一个介质活性剂。那介质活性剂的特定就是说，它有一个有一端呢是带极性 over the gap， 然后呢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直链的烷基，形状 over the tail， 像是一个尾巴。所以有 over the gap， 然后一个 non over the tail。但这个地方的 over gap 呢，就是
在负电荷，就是 anion 这个是 hydrogen，anion 这种东西，我简称 SDS。那 SDS 呢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界面溶剂，是 SDS。那么这个 sulfate， 那么前面这个SDS， 这个第一呢就代表十二个碳，十二个碳子夜晚。那当你的溶液里面，就水溶液里面，你加进去这样界面溶剂之后，那么当你的浓度呢，这个界面溶剂的浓度大于它的 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就是临界微胞浓度，临界微胞浓度 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简称 CMC。当你的那个界面溶剂的浓度啊，在水溶液的浓度大于它的微胞的这个临界微胞浓度的话 ，CMC 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在水溶液里面呢形成一个球形的，带有球形的一个微胞。那大家看一下这个，这就是 micelle 微胞，那相当于是这是一个。一个界面溶剂分子啊，这是带负电荷附加的头，这个十二碳的尾巴，怎么形成的话有点像一个毛毛球一样，毛毛球。那它这个磁链的毛毛的尾巴呢，聚集在一起，吸引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向内。那表面的话是 oval 表面，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平面。这个球形。那么现在因为你用的是一个 SDS， 它的 polar 部分呢是带负一项，所以它的整个球的外面呢，球的表面都是负一个，负一个，里面呢是直链的十二个碳，所以里面是 non-polar， 所以里面是这个内部呢是 non-polar， 还有 phobic 这个内部。表面在负电荷，那但是它这个球呢，不是一个封闭的，就是整个像一个那个玻璃球一样，整个实心的不是啊，它是一个是单片分子呢，这样聚集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孔，就是有这个有孔洞啊，这边可以插进来一个东西可以插进来，就适当的话。好，所以这个地方同学要认识。如果说你还到现在你没有听过的话，那这样知道，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化学的，这应该是物化要教的，或者你高中有教过吧？洗衣服肥皂为什么可以清洁可以洗东西啊？因为就是这个地方就包着你的油脂，就是都是清洁剂的话，清洁剂就是一个手段，它会形成微包。然后你的油脂呢被洗掉，就是油脂呢是 non-polar 会留在这个地方，把它包起来，就让这个油脂呢包在这里面，然后整个表面呢是带极性的，不管在正下的负下的都是极性的，它被溶解里面，所以整个这个肥皂和清洁剂呢，它可以洗这个洗涤油脂的东西了，就是因为它形成微包。好，这地方就要认识一下 SDS 是什么啊，然后形成微胞。那么这个微胞的这个临界微胞浓度呢 ，SDS 来讲是8.9 μmol， 不高，这个浓度不高，所以这个浓度需要很高浓度呢，它就可以超过这个浓度的话，它在水溶液里面就形成这样的微胞。这有什么问题啊？那形成微胞之后，那这个微胞我们刚讲。它就相当是一个 pseudo 假的啊，假的 station phase。那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那所以说，像这个图，以及呢下面这张 MEKC 啊，那个分离的一个原理图啊，这张图来讲，是为什么可以分离中性的分子啊？有图比较容易了解啊，我们课本没有。我们根本就直接用叙述的，
要迅速的话，就看这个老师厉害了，口才要好，把一个东西讲完了之后，中间在脑子里面想象，啊，的确如此。我的口才不好，我做不到。所以这个图呢，我觉得很好，好看出来。要不要我先看一下，这是毛细管，啊，那个内壁，在这个啊 pH 大于3的话呢，解离掉，所以对吸引溶液里的正离子，所以这个里面的仍然有元素了，啊。那么，所以这个电场加上去呢，正极、负极，或者阳极、阴极，整个电渗流啊，原来从 multiple 还是从正极往负极移动，整个溶液还是一样，电渗流是从正极往负极移动，这个是一样的啊，整个溶液是从正极往负极移动。那我们先不管这个 Y 字，这个形状是 Y 型的啊。这是你的分析，先不要管它，先看这个围包，用 SBS 刚才讲过这个围包，这个围包球形的，那整个外围呢带负电荷，那你看一下这个围包，它本身的受这个电场的影响，这个电泳的话是什么方向？它应该是反方向，对不对？啊，因为表面它是带负电荷。所以它受电场的影响，如果有电泳的话，应该说 positive 或 negative 反向，对这个围包啊，在表面带负电荷，它的电泳方向呢是往正极，但它移动的速度呢，相对于这个 electro of motive 电渗流要少，所以呢，这个 SDS 围包呢，它的进速度还是从正极。被这个电渗流带着往负极移动，其实它移动的速度会比电渗流慢，应该是电泳是反方向，这个没问题吧？这个没问题的话，进化来讲，为什么它可以分析？应该说分离这个中性的分子。那各位想一下，这个是代表有一个中性的分子。这个咖啡色的 Y 型，它是热带电荷中性的啊。那它在这边画成这个样子呢，就代表说它跟你的这个围包啊会有这样的作用力。如果你的这个中性分子呢，它的极性越小的话，它不带电荷呢，但是它有极性大小。极性越小的话，越是 nonpolar， 那它越容易溶在这里。那越容易溶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待在就这地方比呢，它会待在镜像，把它看成镜像的话呢，会待在这个围包里面的时间比较久。那这样子的话呢，它会被这个围包带着往电泳的话往反方向出来。所以它这个最后出来的时候呢是比较晚出来，就你可以比一下说，我今天要两个都是这个不带电荷，但一个极性大一点，一个极性小一点。那极性大一点的，它会停留在这个围包里面的倾向呢比较小，那极性小的，那倾向留在围包里面的倾向比较高，那倾向留在围包里面倾向比较高的。nonpolar 比较大，这个比较 nonpolar 的这个分析的话呢，那它就会被这个 myself 带着往反方向这样带嘛，所以它比较晚出来。所以我们最后看到就是你的这个不带电荷的分子，那么它极性越低的话，它留在你的围包里面的时间越长，越长的话呢，它越晚出来。以围包的方向，电影的话是反方向，它是越晚出来，越晚出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分离的效果。都是你不带电荷，但是它极性有不一样的话，那它跟你的这个围包中间的这个是刚过来，这个作用力呢就不一样。越容易融在围包里面的，就代表它的极性越小的话，越容易融在围包里面的。它待在围包里面时间越久的话，它越晚出来。
整个分裂的机制呢，或原理呢，啊，一般是这样解释的，那就可以达到一个分离啊，极性不同但不带电荷这样一个中性分子，有效。这同学没问题啊？说真道理，你现在来看的话，不是太困难，但是你想不到，他想到，所以他就成立了啊，就是他的一个专利。有没有问题？那后面的例子当然很多了，就是 MAC 的这个它的极性不一样的中性分子，那个例子太多了，课本上是随便挑了两个例子，那这是第一个例子，它们都是中性的，你不带电荷，用的侦测器呢是 UV 侦测器，这边是用直接侦测，不是直接 UV 侦测。那第二类的是分析感冒药，分析感冒药也可以，就是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例子的话呢，只是啊，他随便找两个。那比较重要是基本的道理，什么是 myself， 什么 myself， 在盲选电影里面会当做一个 single station phase， 可以进行中性分子啊，极性不同的中性分子的分离，这个道理是重要的。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啊，就是盲选电影可以用来分析中性分子的话，大部分都是技术。那同学们。刚才呢是毛细纹，空的毛细纹，里面没有进去。那我今天希望分析不带电荷的中性分子的话，我就加进来这个 myself 当做一个假的镜像 ，myself 当做一个假的镜像。那接下来有人在想了，你可不可以放一个真的镜像进去？就跟 H 表情一样，就是毛细纹。第一个呢，这个我们不管第一个，我们讲第二个、第三个 ，E 和 C， 就是在毛细管里面，你希望用毛细管，另外呢，你不要胖，你希望用毛细管呢，是借助高压电场的电渗流来带动你的 motor phase 进行分离，这是为什么要毛细管？所以我只要加电场。就有一个电渗流，可以带动你的 motor phase， 但是我的镜像没有啊，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个镜像呢，就填用在这里面？当然要人去试，就第一个怕死人就去试了，试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呢，你要去找填用在这里面，毛细管很细的，你的填用颗粒可能要用比较细的，就这个可以看一下，你试的人。用的颗粒更小，目前买得到的是三米毫米的颗粒的，看是吧？那自己做研究可以做到更小的，就它填充在里面的颗粒呢是很小的。就第一个你要想办法把填进去，这么小的一个毛细管，各位有看过毛细管，真的很小。填满的话，或者随便填一点啊，它填得很密，很密了，或者随便填一点，都不容易了。好，填完之后呢，你还要想办法把它前后要挡起来，你不可以像机器一样啊，是用玻璃棉，机器的那个早期的那个塌了，粗塌了，实验室都可以自己填的。填完之后呢，两边用玻璃棉把它塞起来就好了，这是可以的。就你还要想办法去装那个肺，那这些都是技术。所以早期在这个做出来的人呢，失败了很多很多很多次。那后来想做的人去做，也都会失败，因为这个都需要经验。可以的啊，就是他们证明说的确可以的。这个毛细管里面填充很小的颗粒，
碳十八在这边，很少会有碳十八。然后呢，你有办法成功的前后有一个 freeze， 有孔洞的，但是呢，它要固定在这边，所以颗粒不会跑出来。那这样的东西，证明说是可以的啊，碳十八的颗粒，silica 的颗粒，表面有碳十八。表面挡板，然后呢，一样的就是这个毛细管，它一样的装置是一样，放在两边放在这个electrofiber加电池，然后呢一个分析物进来，然后再换你的 buffer 带动它，电池流带动它整个过来，经过这个管子出来。那么分析物的这个成分呢，中性的啊，这个分析物的话。它跟这个碳十八，这个颗粒表面碳十八一样的啊作用力，跟 HPLC 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呢，它跟 HPLC 的分离机制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是没有棒，它是靠高压电场、电渗流带动。那分离的机制，分析物跟颗粒表面碳十八作用力不同，所以它可以分离。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好？理论上听起来啊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要做这个是很困难啊。你要去买的话是非常非常贵，然后一个钢的呢，不小心就坏掉，所以是有这个困难在。好，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就是这个要装填不容易，两边来把要找一个地方挡起来，就是 fridge 挡起来。那后来呢，这个材料上面的技术有一个这个材料制作的方法，是把你的一个化合物直接呢。这里面在适当的条件之下，适当的温度之下呢，它直接会 polymerization 聚合反应发生，然后变成一个凝胶。就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希望你的镜像呢是像这样的碳十八，类似这样的东西在里面。你基本的颗粒是 SiO2 细氧。这样材质，结果在材料上有一个技术呢，我们叫做 monolysis， 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叫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因为这个字是，你查字典查不到的。我们中文翻译的整体，就是说这是样画的，一条一条线，好像裂纹一样的，就是它的一个本身细氧这个结构，你是一个polymer结构。然后它是在你的管束里面，你填充了你的反应物，然后适当的温度让它反应的话，它在管束里面的做 polymer 的生成，生成之后的结果是像这种，就是它直接在管束里面，然后是吧？管束里面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你看到它就是一个细氧，一个 polymer， 中间很重要有孔洞，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它就相当像那个颗粒在那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嘛，类似一个抛的啊。那它本身是细氧，是那个可以有，然后直接在管子里面的这个聚合反应进行，得到的是这个是在材料上啊，目前已经成熟的技术。所以很多这个做研究的人就直接的啊。在管束里面呢，去进行这样一个聚合反应，然后生成你要的细氧的一个聚合物和孔洞物。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用去管，就是填充颗粒很困难，也不需要去管这个 freeze 制作的 freeze， 这都很困难。
一直要管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的巨额反应的成功的发生在你的毛细管里面，这样就可以了，直接拿来用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很热门的一个方法，就是取代了就是直接去填充颗粒，直接在管仲里面去生成毛细管一个这个变成这样一个泡沫。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上面这些字啊，这个方法我们叫什么？叫做 Cavalry Electrochromatography。当这个名称呢是毛细管电层系统，毛细管当然就因为它是在毛细管里面进行，管处是毛细管。那进行的这个机制呢是一个程式，因为它有镜像分析，我真的跟镜像作用，跟你的动向作用。它是毛细管里面发生程式，前面加一个 electro， 这个电程式呢，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也是靠电场来产生电渗流，带动整个溶液跟你的 sample 呢通过这个管柱，所以它创了这样一个 capillary electrochromatography， 简称 CEC， 是毛细管电程式。那这个是目前呢，你要用毛细管这样方法来进行中性分子不带电荷中性分子分离的话，要么就用这个马歇尔方式，要不然就用这个类似 HPLC， 但是毛细管里面进行毛细管电解析。那你听完它的一个反应机制，就是它分离的这个作用的机制之后呢，你下面这些叙述你应该可以了解。它跟你的一般的 HPLC 是一样的，它是里面呢有真的镜像，那不同的是你的动向呢是电渗流来带动，不是用 pump， 不是用 pump 来压的。那这样子如果是纯粹跟 HPLC 来比较的话，因为它是在毛细管里面进行，然后呢是靠电渗流。电渗流的平，它的移动是平头的，不是一个曲面，不是抛物线，是平头的啊。所以这一点让它的一个分离效率要比一般的 HPLC 要好，因为它是平头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 A 对象，就是不同路径，这个时候就会有，因为它有填充颗粒，填充颗粒以后是有真正的这个镜像在里面。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个路径，就 Vacuum 的 Equation 里面 A 这项它就有，那 B 它是有纵向扩散， C 呢在镜像纵向之间的平等也有，所以这个方法它这个真的有镜像的话，它就跟一般的 HPLC 是完全一样，三项都要考虑。那唯一不同的只有这个纵向扩散，就是你的带动的时候它平头的移动不是一个抛物线，就这一点不一样。那这一点的话，也让它的这个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呢，这是一个真正用这样一个方法，对一个真正的样品做出来的一个结果成绩图，电泳成绩。这个电泳图，电成绩嘛。是用这个 electrochromatography 电程系统，分离16个带有多环碳氢化物这个分离的结果。当我们不去讲这个16是什么东西了，个别是什么东西，可以看到说它的分离效果是相当的不错，相当不错。它用的这个毛细管呢，表现在这边。内径75，然后镜像这里面它是填充颗粒3μm/s，那动向的话各位看到也是应该很熟悉的 organic solvent， 然后这边是一个硼酸的 buffer，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条件知道它不是用这个整体的，是用颗粒填充的，
好，我们这学期啊，就交到这边了啊。你的期末考呢，也就考到这边了啊，交到这边了。那希望你们这一学期学完之后，对你将来考研究所以及呢就业和深造呢，都有帮助啊。有任何问题欢迎你来问，但是要在考前一天啊，早点来问。那你们的那个考卷呢，你如果今天要来看的话就上午，因为我下午有事情，明天也是上午，下午有事情。那明天要10点钟多啊，我就那么早来。有什么问题可以同意？确定了吗？好，他在线性啊，在线性应该就是还好。那会不会有 H 表现那么好？我不准确。就电射流本身会有这个问题。目前来讲，一般还是 HPLC， 一般在用的还是 HPLC， 一般在市面在用的还是 HPLC。还有其他问题？陈经理。这回包跟分析，回包跟分析不重要。然后他是到最后都不用跟分析，对不起。就是他，比如说他就到那个木工那个活动啊，他最后会跟那个分析的，就是那个谈鬼，那个回包。回包跟分析有分，那多分开有关系吗？就那他就是一直在讲，然后一直到结束。也可以这么想，明白大家这样想。我们侦测的时候呢，就直接就这边有尾巴，要侦测的话就直接用 UV 直接检查。那你的尾巴本身在 UV 里面可能没有吸收，而吸收不好，那你看你就完全靠你的分数本身。还有其他问题？有，要又上课吗？你们希望上课吗？我们不上了。还有其他问题？学校规定在礼拜一开始期末考，你们上课。还有其他问题？没有问题了。